今天一定要是这样去沙漠，把自己完全包起来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打算进沙漠了，看我们几个包成什么样。看这两个人，因为真的非常晒。你看，在跟谁说话？不知道，管我，好奇怪，跟你说话、哦，跟镜头说话哦。你好，哦，我们都没录，我们到，我们还没到。你干嘛？当镜子整啊，整理刘海。哎呦，好，我们一会儿好像要40分钟，一个小时才能到那个地方。对啊、哦，从沙漠开进去。Hello， 你在跟谁说话呢？跟镜头。你的刘海。没关系，不过他颜值高，他怎么分叉的 OK、啊、也是好可怕。哇，我们现在在中途停下来拍照，在这边，然后这边太好看了，发现一个很好看的树，打算在这边拍一点照片。但是最好看的树都没有我们遥望好看。来，镜头不给力，真的很接不住我这句话、哎、真的镜头一直没过来，镜头过来。家的姚先生，你要喝水吗？我要冰的哦。没有啊、哦、神经病。我们的大片 pose、我还1、2、3，你就看我镜头啊、等一下OK 我们现在在这边吃饭，他们搭了一个棚子，哇，这个光线好好看啊，好适合拍照。好适合。我们今天吃什么？我看一下，有鸡、土豆丝，开始吃饭吧。现在我们要自己开始扎帐篷了。我们晚上要睡在这个地方，对，两个人一个睡袋。我今天晚上在这边可以看星空，说希望可以看到银河。 OK， 我们现在打算去植树啦。 OK， 我们现在打算去植树啦。 OK， 我们现在去。为什么有动画片的声音？小宝说一下为什么要来这里种树。土地沙漠化特别严重。土地沙漠化特别严重、然后沙漠的区域越来越大，其实很多牧民呢，他们已经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。嗯，你好，我是很好的吧。所以我们就组织了一波小伙伴，然后来到沙漠里面。你已经来了很多年了，对吧？三年也没有也没有很多年，就是去年跟今年。去年跟今年，去年种的树还在吗？在啊，在啊，在哪边？是吗？哇，腾格里共植一棵树。你今天要种几棵？他们说今天每人要种5棵，但是呢，为了我们的环境健康，每个人增加到10棵喽。他们已经标记好位置，我们今天打算在这边。就在这个区域种，你看一下，你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你可以吗？哎，等一下，我好像不可以。加油！你还说很简单，你看，好难吗？你用我这个吧，我这个已经挖好了。不要，他自己挖，要自己种才有意义。这棵树我住在周深的隔壁的隔壁。腾格里沙漠的一棵树，种完了，现在大家都还在这边继续种树，真的很晒这个时候。好，这一棵是蚊子种的，好，这是我的种的这个树棵手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来浇水。好，我们现在在广阔的沙漠洗漱，看这两个用地下水打上来的水、啊、超冷，很冰很冰，也太惨了。神经病，录到了，我录到了。
是早上7点钟，然后居然在这边看到一场日出。好，早上我们吃过早餐，然后打算出来开始徒步沙漠，大概2个小时，好累，这个沙子走特别不方便。对，大家都在那集结了，然后我们可能会沿着这个地方一直走。好，我们现在到了一个中间的地方，然后这地方先休息一下。真的是要结束了吗？看这个一望无际的腾格里，全都是荒漠。就结束了吗？这是我们的领队小三，小川。你觉得做这个工作累吗？不累啊，真的。你本来就喜欢户外是吧？对啊。我就可以在，你不觉得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很棒吗？哎，你很棒哎。对。然后我们来这边徒步的年轻人多吗？多呀。年轻人也很多啊，嗯，哦，我以为可能我就是年轻人，哎，这是个老年人，你不用拍了。他今天一早啊，这个年轻人很不错，年轻人，这个年轻人，我是年轻人，对，干这行干多久？不玩，我从玩到现在有10年了，10年？你不是89年吗？对啊，那我在部队的时候就开始接触这些户外吗？对啊，对。那你觉得户外运动什么最好玩？是这个徒步吗？还是登山、雪山？登雪山？对啊。你还登雪山？厉害了！那为什么皮肤这么好？你可以告诉我。我保养的好啊！看，待会还能上来哦。对，就把自己一定要包成这样。看，你觉得这样子能晒黑吗？啊，我们都包成这样了，因为真的很晒，很晒，很晒。我觉得还蛮辛苦的。没有啊，可能我们很少户外。你们体力很 low。那你觉得在户外你得到最大的乐趣是什么？就是可以跟不同的人一起玩，真的，对啊，会有很多找到很多志同道合的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其实我回老家已经有2天了，然后沙漠的 vlog 终于剪出来了。那其实呢，这一次去沙漠之前，一开始我内心是拒绝的，因为觉得可能条件会非常差，但是其实去了以后还是有非常非常多很美好的回忆，比如跟朋友一起旅行，然后在沙漠里开越野车，看日出，看星空，我都觉得是我长这么大以来没有去做过的事情。另外我们的木门旅行呢，马上要开一个腾格里沙漠的团，那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，然后一起去沙漠玩。